好久不见了。有什么消息？去。我听他们说，好像在什么后山集合。哪个后山？这我没听清。时间？今天晚上。具体几点？还没说呢。总共招了多少人？这我上哪打听去？就怎么着？不得一个十来个人。文峰说了一句骂战斗王，吓死他说他能当毒王。你先回家，回头再说。东哥，你们和孟卡很长时间没一起做事了不？如果没记错，都差不多三年了，怎么这次又搞到一起啊？借壶好茶，现在是不是变味儿了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和我一直喝得挺好，你非要加个料。郝东，你和于总的钱我都付了，你别给我搞其他事情好不好？在香港这个地方，卖什么东西我说了算。白粉必须要有。我用小马给你补上。哎，你们干活的都小心点啊，要轻拿轻放啊。哎呦，孟老板，你怎么整这么大一个货车啊？我这茶全装上去也填不满，这路上颠簸的话别给我颠碎了都。你就放心吧，您是我们的老客户，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出过事？我这回不一样啊，我这都是老茶，贵着呢。我要说是茶叶，就是瓷器古董，我也向你保证完好无缺的给您送到，你就放心吧。杨总，麻烦在货单上签个字。年轻人，我奉劝你几句，别总想着跟人家过不去，别总想着断人家的路。我什么时候断过您的路啊？放心，您非得要白粉，我可以帮您找资源，足斤足两的给您送来。这回小马家大王胶囊，你不吃亏。这东西将来在香港能卖到什么程度你会知道的，但孟卡的货别想从我这儿走一刻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提前跟您打个招呼，别事后说我不懂规矩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定做好准备了。不管我什么态度，都收不到孟卡的货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杨老板，慢走啊。金瑞，哎，下来。这次孟卡过境是50公斤的货，一个茶饼差不多50克，按照这样算，应该是1000多个茶饼。150个提兜，
你按着这个量把车里面的地板给我腾出来，剩余的地方你用那些叉给我填满，听懂了吗？还有所有的车辆要提前检查加满油，所有要用的工具要检查检查再检查，告诉物流公司把所有的包装活现在就发过去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我在盛江那里去干活。啊，快快快快，小队，你找我？今天晚上有活了，给你个机会啊。人是我让你带着狗子去招的。事儿，你得说是吴振峰干的。那个，峰哥说让我替他招皮人，在今天晚上12点在光芒山茶厂。有个活，再说一遍，就是在光芒山茶厂，有个活。谁帮你招的人？狗子。招的人几点到？去哪儿？刘队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不跟他们一块进去，我还得提前去接峰哥呢。上哪儿接他？边境线那边，边境线查了去了，具体在哪儿？具体我跟你说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也是等通知，然后开车去接他。峰哥电话。喂。峰哥，今天晚上11点，边境线南店村村口出来200米左右，有一条小道，在那里接我。哦，我知道啊，峰哥，你他挂了。量有多少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就说了这么多。带多少武器知道吗？门卡那边带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带的那些就是一些工具，哎，就是这儿。今天我们见过面吗？没有。再想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刘队，这我还不懂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哎，我算现报吗？你应该知道一课能奖励多少钱。我不问钱的事儿，这事完了以后他们肯定得弄死我，你知道吗？这都是一帮不要命的，到时候他们把我弄死了，我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等这事过去了就离开吧，别回云河了。不是，刘队，这事我们办完之后，我就不能在云河待了是吗？不管你去哪，我们都会对你进行24小时监控，保证你的安全。再说一遍，光芒山茶厂。杨新泉，没错。林军，你觉得杨新泉他知情吗？不公，严密不公。他知不知情，过了今天晚上12点，就都清楚了。明白。
林觉，鉴于此，我申请此次行动杨毅、陈宇回避。开华，你信任我们的同志吗？信任。那就把这次行动当成对他们的考验。明白了。坤哥，万总来了。转叔，萌萌的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二叔，你想见萌萌可以给他打电话，您来我这儿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我从门卡回来就一直联系不上他，肯定在你这儿。你说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他不想见你。阿坤，我们马上要走货。今天我要飞盛江，我想见一下我女儿。蒋队长，罗二，会议室来一下。各位，准备一下，今晚有行动，6点集合。是。是。刘队，什么行动？现在命。好的。哎，特警队都来了，看来这行动挺大。你的队员需要从哪里进入？那你需要这几个？对。干嘛去？哎，我会按时回来的。把这个我换一个，全部调配好了。怎么了？在哪呢？找我有什么事？见个面吧。好啊，你现在在哪儿？2个小时后，约好目的地。阿坤，晚上我想去吃面。萌萌，你说。你爸说他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就在隔壁，有事你叫我。今天晚上飞盛江，跟爸爸一起去吧。萌萌，我们到了盛江以后，我们会转机去香港。在香港，我用你的名字开了个户头，里面存了很多钱。你只要答应爸爸跟我一起离开这儿，这些钱全是你的。你还可以用这笔钱
开始新的生活。阿坤去吗？爸爸只买了你一个人的票。之后我是想安排你出国，欧洲、美国，任你挑。你说你喜欢哪儿？都不喜欢。萌萌，爸爸老实跟你说，爸爸走上了这条路，回不了头了。你还年轻啊，你不一样啊。你只要答应我，跟我走，你要什么条件，爸爸都依你。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呀？别玩了！你干嘛呀你？手机还我！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什么样子？还我手机！还你什么手机？你我这局就快赢了！ 你给我，我这局就快赢了！关起来什么样了？你还给我！你看看你现在还给我手机！你疯了吧你？还给我呀！本人走后，您注意安全，我会把萌萌照顾好，您放心。别撞了，你心里巴不得我进去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万和达活着，你和萌萌没有可能。大叔，这事儿恐怕由不得您。怎么突然约我来这里啊？一时也想不起约你去哪儿。我昨天收拾家里的，搬出来了。本来想昨天给你的。我记得这张，应该是你们全家离开昆都的时候，我在你家拍的。你小时候不爱照相。合影本来就不多，剩下的就更没几张。这个你留着吧，你应该比我更需要它。还是你留着吧，留在我这里也不方便。谢谢。有幸了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昨晚干嘛去了？一晚上没回来。昨天晚上我去了趟瓦岭镇。我觉得你上次分析的挺有道理。我爸出事那天运输肯定是有问题，所以我想查一查，当时在我爸店里打工的那些工人还记不记得我爸出事那天，司机到底是谁，长什么样子，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线索。查到什么了？老刘把店都卖了，查不出来。陪你今晚了，今晚准备干什么？今晚
找我有事儿？没什么，吃个饭吧，我在家里等你。今天晚上不行，今天晚上得出去一趟。为什么一定要是今天晚上？你什么意思？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吧，今天肯定是回不来。你今天晚上有事儿？我先走了，注意安全。陈宇，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我希望你相信我。干嘛突然说这个？你指什么？你记住，相信我。你要不相信我，我爸得多难过，是吧？先走了。这边一切顺利，今天晚上12点光芒山茶厂应该会包装成茶叶走，我推测用的应该是万和达的车。云和公安好像已经盯上了。我知道了，按照他们的计划跟着他们，你只负责监视，我会布控，你要注意安全。喂，小磊，这个你拿着，这里面有个卫星摄像头，你把它带进去。志旺，
之前咱可没说有这个东西。不就，你让我帮你打架，可以。今天晚上他们走读，我把这个带进去，他们如果发现了，他们是真会把我弄死的。不敢。小磊，时间不多了，我长话短说，你听好了。这个是开关，你只要把它打开，找个安静的角落，低调的待着，用手腕对着需要拍摄的地方，里边有多少毒品，有多少武器，有些什么人都仔细的记录好。你只要开着摄像头，我就会知道你的位置，还有里边的情况。但是你也要做好在进场前他们收走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可能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不要慌。如果要收走手机，进场前给我发条消息。啊，知道了。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实在拍不到就别拍，哪怕你什么都没拍到，也绝不能给我出事儿，知道吗？发生什么意外，想办法给我跑，跑不掉就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，实在没有机会躲就趴下，保护好脑袋、心脏等重要部位，听到了吗？不是，叫这么危险的话，这票我就别带了啊。好的，走了。千万记住，帮不帮的我不重要，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今晚十二点，会有境外毒品从边境线南店村附近进入云河，并在光芒山茶厂进行包装后再运出。我们的任务是严密布控，让毒贩的每一个行动都在我们的监视范围之内，并在茶厂进行包装的时候实施抓捕，一个人也不能放过。陈宇，陈宇，大家请看茶厂地形图。光芒山茶厂占地15平方公里，共有4个进出口。我们推测此次交易会从茶厂的西南口或东南口进入，我们会在这两个口进行严密布控，也会安排无人机拍摄取证。同时，茶厂周围各个路口都会派人严防死守。陈宇、杨毅，到。到。你们负责南店村附近的布控，尽一切可能取证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是，林强、蓝然，到到，你们负责茶厂的西南口。是，梁浩，你带着负责茶厂的东南口。是。听好了，这次行动我是总指挥，凯华现场指挥，所有的人啊，不得有任何的疏忽。谁要是给我掉链子，警服脱下来。现在所有人呢，去装备室领配枪和取证设备，记住绝不能让一克毒品流出云河。有不明白的吗？行动。大家都辛苦了，先待命。
你来一下。是。刚刚得到消息，孟卡的毒品会在云河过境，我们正在紧急部署。这应该是多年之后孟卡和 K 的首次合作，我们要通过这次行动认清他们所有的罪犯，将他们整个运输链彻底干掉。你们的部署工作是对的，但现在我想说的是，目前这个案子更改为省厅督办，组织上需要你们云河警方给予配合，统一调配。既然是省厅督办，抓捕环节在哪里？香港。我们将配合香港警方缴获所有毒品，牵涉其中的所有人也要全部抓获。你们要做好举证工作，一丝细节都不能漏掉。指挥总队，我能否冒昧的问一句？说。消息准确吗？我再重申一遍，这是省厅督办。明白。需要我们运河县公安局怎么配合？行动取消啊，刚才说错了，是任务改变，抓捕任务改为监控取证。严队长，对不起，你们特警可以现场。所有的人注意严密监控，毒品只要进入国境线，一直到走出我们云河境内，我要求每一分每一秒必须给我死死的盯住，注意隐蔽你们自己，每个人位置不变。强调一下，没我的命令不许实施抓捕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马上行动。报告，林局，刘队，今晚行动，我申请携带手机。不可以，统一上缴，没有例外，纪律性啊。那林局，请您务必看好我的手机，可能会有消息，请务必接听。陈宇，快去准备。是。喂，东哥，事办妥了吗？啊，办妥了。今天晚上吴振芳绝对走不了。啊，孟卡的货我一定留下。你怎么了？
没什么，真没事儿。我真没事儿，东哥。你急什么？别紧张，事情做干净点儿，别手软。孟卡那边，你打算怎么交代？你放心，出了事儿，孟卡怪不到你头上。怪只怪他们的货，连云河都运不出。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不然你连小马和大王胶囊都得不到。琼姐，一路辛苦啊！来，请坐。东哥。难得一见啊，琼姐，别叫我东哥，不敢当。来来来来，都来到这里了，一起喝一杯，一笑泯恩仇。既然都同台吃饭了，就不要太计较了啊，东哥。以前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，这次合作算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。谢谢你大哥。哪里话，我想通了，生意嘛。叔，你听我说，今天晚上你带人亲自去接花，亲自给我验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老大，听懂没有？我可以保证，如果我跟杜凡有任何接触，只要我找到失事性的证据，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你说怎么就在那儿呢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从布置任务那会儿我就觉得你不对。没什么，陈宇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不知道。明明不会有危险吧？是空空天空，
脚下路步步沿着初衷，伤和痛是赋予我的光荣。这故事哪怕无人传颂，热血热时刻为你汹涌，总有人和平岁月沉重，土卫士燃烧烈火熊熊，谁能看清楚我的背负，唯一的出路是没有退路，压关起腰中为你守护，心深处时光如故人如初，人前难忘足，纵身飞渡一天地，明星可。